80岁的外婆还是闲不住，种了好多玉米，自己身体又不好，去年也是美丽帮外婆收的，今年也帮外婆收。外婆自从我妈过生日就病了，在吊水。然后我外婆请了一个人在搬这个地里。今天早上6点钟起床，因为外婆有5个地的玉米，外婆身体不好，我让她不要动，我来帮她搬。我外婆说太多了，怕我一个人干不了，所以花了100块钱请了一个附近的人。搬玉米一定要天亮之前干完，要么太阳出来太热了。上次8点钟我帮我妈搬玉米，我妈说已经搬完了。今天6点钟开始起床搬玉米，太阳出来了，好好干活。你们是不是好多年都没有搬过玉米了？我们这里叫搬包谷，这个包谷主要是喂猪跟喂鸡。我们现在已经不养猪了，然后就喂鸡，喂鸡就为了下蛋，吃一点鸡蛋真的很不容易。哎，被冻住了。哎呦妈耶，背带背带的。美丽太能造了，把自己家的背都弄坏了，把我外婆家的背都也弄坏了。现在美丽才第3块地了，这个地为什么这是第4块地了，这是我外婆花了100块钱请了一个帮忙的。你看全是蚂蚁窝，这个棚，好好怕怕，全是蚂蚁。9点半终于干完了，现在开始开饭了。美丽做了3个菜，然后再捧饭了，捧南瓜干饭。吃饭喽！现在太晒了，然后外婆他们帮一个这个防晒的，然后湿玉米，然后后头再喝牛。又难撕又撇不动，主要是上面还有很多蚂蚁，这个比搬包谷更累，这要撕到11天了，搬了后3天还是搬不完的，不行的话就让那个包剁一下，这个影响了。听说你们那里的玉米不用这个人工扯，也不用人工撕，也不用人工剥，我们这里是大山里面，没有见过城市里面的机器，也没有见过高科技，都是用手。撕了1天终于要撕完了，外婆也来帮忙了。哎，太累了，我们四川农村都是这样剥玉米的，你们那里呢是不是都用上了机械？